朕跟兰陵人是天生的敌人，注定要互相吞灭对方。 天下之变，不托这四人的嚣张。我痛恨战场，我打仗是为了终结战争。不如洛阳一战，本太子带你去打。我向我的父王证明，我还是个有用的太子。要天下永享太平。 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要统一天下。洛阳城，朕已来了。我们要以500人马迎战，邙山是敌人的修罗场，是我们的英雄冢，大不了黄泉相见。 后天的邙山一战，上天已经注定南陵王会大胜，你能否退兵，减少伤亡呢？朕隐忍多时，才找到这么一个机会立下军威，外挫齐国，内挫与门户。他这次在战场上享立功，就是企图立威的表现。老夫要反了。 四爷现在如此得民心，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皇上会怎么看您呢？你虽是朕的亲生骨肉，可是你无一处比得上高长恭。在您的眼里，从来就只有兰陵王。立下诏书，传位给老夫。兰陵王，兰陵王，兰陵王！我从来不觉得我高长恭真正拥有过什么。 这里才是我的家，传朕旨意。待南梁王归来之后，朕立即办妥传位之事。